一口安慕希，超多超活益生菌。本节目由好喝更有益的安慕希独家冠名播出。三九胃太白养胃舒，治胃痛还养胃。本节目由三九胃太白养胃舒联合赞助播出。走你！哇！哇！一口安慕希，超多超活益生菌。本节目由好喝更有益的安慕希独家冠名播出。三九胃太白养胃舒，治胃痛还养胃。本节目由三九胃太白养胃舒联合赞助播出。感谢智慧科技家电品牌海尔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种地吃豪氏，少年有斗志。本节目由豪氏豪氏好吃好吃的豪氏赞助播出。本节目由荣获科学技术特等奖的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本节目由来自大海洋、富含 DHA 的近载深海提鱼赞助播出。绿源液冷电动车，一部车骑十年。本节目由绿源电动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蕉内赞助播出。蕉内凉皮防晒服，同样防晒更凉快。和十个晴天一起做大做强，每周五周六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上微博搜索"种地吧"参与互动，和十个晴天一起做大做强。上微博参与"种地吧二"观后感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吧。以及有点亮梦想为爱同行的爱奇艺社会责任联合呈现。这有人来了吗？别走了，快点，给你们5分钟换衣服。太真实了，来吧兄弟们，狗腿草。哎呀，举步维艰呀，这好远啊，这那上不去了，没有经验，多待两天，多干两天就行。哇，就差一点儿，再来点，哎，再来，加大了。哦，洗衣回去了。啥？白干文学又照了现实。吃饭。那我们从小到大展示一个特别的技能，不放手，不放手，不放手。欢迎大家来到副总门。谢谢谢谢，特种兵全醒，他们就没醒，我们才是十个晴天，八个阴天。流水线，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天哪，这么快？行不行，李浩那么慢呢？哎哎，干嘛？哎，苗能不能快点？苗慢是因为板慢。哪儿呀板？哪儿呀板啊？拿板拿板板。哇，这个速度太快了，一个小时一大半。人海战术好好用啊，这个速度太夸张了。我就是终极的最后一个。OK 啊，大家一起好快啊，辛苦。发现这样干活真的挺快的，你们不许走了哈。我先关灯了。嗯，我现在腿已经开始酸了，我脚骨都在。哎，明天我们是几点？也是9点，也是9点吧。这样你就抢拍了。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炸炸炸！开始跟着那个先跳舞吧，就等你俩了。啥时候开始跳舞的呀？我们都不知道。开会也说了，群也说了。完全不知道。你最没有经过老师讲过。那重新教一遍是我温故而知新呗。我从头啊，来来，第一个动作哈，五六七走，左右跳，左右跳。好，来消息我看一下，五六七走，左右跳。好，你跟耕耘刚一个问题，四拍了。左右，你看现在直接开。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一二三，哎，对，就是他。来，五六七走，左右看，左右看，哎，很好。这么累吗？跳舞？对，大大大大大大，对，大大大，很棒，很棒，很棒。然后手是这样的啊，还有手，对吧？很简单，超简单，我都学会了。你确实本来就比我。这样，来，五六七走，左右跳，跳的时候下来，左右。啊，对，然后和好五六七走 ，one and two, three and four。哎，这是啥？怎么样 ？One and two, two， 对，是这个。来，五六七走 ，one and two。哇，这么快 ？Three and four， 对，来吧。
来一遍，五六七走 ，one and two three and four， 好，再来一遍，五六七走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好，下一个动作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踏踏踏 ，and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踏踏三四五六七八 ，and one and two， 海洋里号 ，four and five and six and seven and eight 啊。重复，重复，没了。不是，这不是那个听懂掌声吗？啊，是这。不是这，我看老眼熟。大家看那个视频，我就懵了。我这李浩那个表情。来来来，从那个挨个跳呗。来，老二先来，老二先来。来。等一下，你思考这个是斯坦尼康吗？斯坦尼康。好，斯坦尼康，来，斯坦尼康，你往旁边笑一笑。三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大八 ，and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好，都挺好。那个问题啊， yeah. 这个动作是 and one 的时候，那个腿是 and one， 左腿往前跳。and one and two， 一二三四五六六七八，拍手走，拍手走，蹦三蹦四蹦五蹦六蹦七蹦八。and one and two， 慢一点，我刚拍到手啊。没事，你小心一下，你小心。咽痛，咽痛，来，重来，使劲接，走，五六七走，七六七四，五六七八 ，and one and two， 拍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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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嘿碰，不过他这个做的好标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个好标准，这是他的舒适区，他要变速，我跟你说，陈冠希的，陈冠希的舒适区，太像了，这个像只飞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蹦嘿蹦嘿发，不是失手，我刚刚不是这样的，你要把自己绊倒了，你要把自己绊倒了，是这样，你锁自己，我锁，没事，你忘了就一直练，来，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and one and two and three。好，来一遍，从头到这里。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再再再再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嘿，嘿，三个，四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八，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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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大家今天晚上不用洗澡了。又要洗澡了，哎，姐你好。嗯，你好。九点半能到吗？那个辣椒苗。我还没拔呢，我等一下拍给你看，我觉得还小呀。啊，还没拔？那大概需要多久才能发到啊？最好呢是到二十号，因为小的话它拔起来泥不带呀。成活率要低，哦，那行吧，那行吧，没事，那今天就先不送了吧。好的，好的。好好好好好。完了呀，情况有变呐！咋了？你没有其他活吗？咋了？苗咋了？他昨天去田里看了，他跟我说太小了。那就先跟我们卸货安架子。行。小童那儿也有活。对对对，那就帮他整苗吧。陆卓，咋了？打电话约一下你那无人机呗。咋了？撒尿素了？对啊，那行，下午让他过来了。对，蒋总起不来了，还说想吃点热乎的。他中招了，应该。大哥，大哥，怎么个情况？烧了。39。我天哪！估计是乙流。是，去医院看一眼。我说昨天弄那个膜的时候，全身酸痛。是吧？啊，我就说你估计那会儿是难受，休息一下今天，今天没啥活，没事，你再躺一躺，行，
走了，兄弟们，走。我们现在出发去上班了，去大鹏干嘛来着？今天去大鹏去找爱。哎，威哥，我带路。我是内蒙古电动车协会会长 ，Let's go。我现在在家就喜欢骑电动车，太爽。他没有抓的。我开车很稳的。是。你只要不造表在哪儿呢？给你们派发活来，来来了。咱们可以分为两个组，好，一个开垦组。何为开垦组呢？那边儿，之前因为摆了很多仪器，所以那片有一个地一直没开。我这边来个四个人差不多，可以两个人开，两个人种，或者一块开开也可以。就这块地，这样就是可以把这个土稍微铲一铲，往上松一松。要大概铲多少厘米？其实30厘米最好。那就比这再深点，对，再深点，这样吧，然后这样不就翻起来了吗？有锄头吗？有，那边都有那个工具，因为弄完了以后可以往里面栽苗嘛。对，那我锄吧。这样还是差不多，跟这个间距这边到这边这样是一垄，然后这边到这边再一垄，就两垄。看看有没有想干这活的，来呗，来呗，来，我翻，好，我翻，我也翻。有锄头，还有这个都有。小锹，我们拿那个小耙。拿耙子吧，这也可以来，因为这个弄下来后，这可以拿这个，这个吧，用这个吧。哦，这个好用，就把这片种了是吧？那你们整这个哈。好，来，剩下的朋友们，咱们来休闲农业来。哦，这个呢，因为是之前密集种植的，然后反正你看，咱们这样一拔能拔出来，这样是一株，然后这边有盆儿，咱反正自己找那个想坐的地儿，然后。大概一个苗对一个盆儿，然后这里面有土，把土倒盆儿里，然后把那苗插里面，就是把它弄成盆栽呗。对对对对对。Let's go， 咱们分那个装土的和装盆栽的。这样吧，我来装土，你装土，行，我栽苗。哦，流水线是吧？来，对，流水线。一人拿一个小板凳。有点沉啊，让你看到我的胸肌。来，你搬。可以先把土倒这个盒里，这样好铲。咱们有小铲子吗？可以啊。小唐，这最终流向去哪儿？小溪。啊？给你流向放哪儿？放在尾巴那儿。可以放那边，我收吧。行，我把这个拿一下。来吧，栽苗了。满了，那个满了，太多了，那个就1/3就好。啊，土多了也浪费，还当盆栽卖。对，是往里铲行吗？浩南哥他们是直接往里面这样的，他们直接是，他们直接这样子的。啊，好办法。对，这样一灌就好了，高效率。来。你直接传过去吧。我把这个盆搬一下。我把车开过去，咱摆一下。来呗。
走吧，走。阳光好啊，阳光好啊。哎呀，搬这个盘让我想起了搬玫瑰花，我天哪。咱稍微找那个能放平的地儿，啊，就把这儿养啊。对，因为有光嘛这儿。哦。这个好玩不？你觉得？好玩。好玩吗？嗯，跟俄罗斯方块似的。摆盘。不是你这个铲呢，很阻挠我的发挥。走吧，走吧，兄弟。你为什么要用铲呢？不是，他不是说怕弄坏那些苗吗？不是，那你为啥用铲子？这有现成给你拿掏好洞的土，为啥不用啊？哪里啊？这儿啊，那全都是他们在干那个掏土的工作。没人给我呀。我看你也没要啊，你咔咔你自己种。我要呀。你种的挺欢实，我寻思你不需要。给我呀，倒是。我挖的是不是有点深？不深，其实深一点好。哦。土就更松一些。这土太硬了。对。因为这儿其实是悬过一次的，但是它那个就是有了水之后，它就板结了又。那。是不是应该学完立马干呀？立马种啥的？哦，我的武器被你拿下了，谢您家伙事儿，缴械了。我这也有点松了。哎呦，咱们这工具。哎，哎呀，嘎嘎开门，嘎嘎开门，咱是来寻宝来了。哎，这石头好像，但是为啥这个有？这瓷砖，瓷砖，对，哎，真不行这。我以为嘎嘎开嘛。元哥，你那铁牛能用不？机器半个小时后能用。等机器了，很快那个。走了，走了，走，走了，走了，走了。王老师，您之前看过这个节目吗？我看过啊，挺务实的一个节目，就是确实不容易。对于年轻人，大家朝着同一个目标。对。现在地里他们已经连续20多天没休息了，一直在抢工期。嗯。后来他们就放弃休息了，从早上9点钟一直到晚上9点钟差不多，完回去再开个会。连续20多天没休息，每天这个强度，可能也就是他们这么年轻能。是的，是的，对吧？是的，是的。因为很突然来的消息就是他们要和您一样要上春晚啊，对于这些小孩来说，我觉得上春晚这个事情也是一个莫大的鼓励啊，是个特别大的鼓励。因为春晚还涉及到彩排，对，还涉及到他们要花时间排练，所以他们就必须要有更集中的时间先把地里的事儿干完。你不能因为上春晚你地里面这摊儿正事儿就慌了也不行。这就是那个水塘，啊，这是往里面撒的石灰吧？对，撒的石灰，李浩和邵西他们撒的。到了。兄弟们，好，有人来了。谁来了？我。谁呀？张老师吗？哦，那个谁？谁啊？谁？那个演员老师。哎，是，我的天哪！哇、哦、，Hey b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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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老师，张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王阳老师。王老师，王阳，我是王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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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现在你们好开心。我们来有没有打扰人家？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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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没有。那个今天这里的活还多吗？我们马上有3000斤土，还有600个盆到，然后下午所有那个钢管会到。那行吧，那就接着那个啥呗。行，正好货到了，正好来了。啥货到了？土和盆。来卸货卸货卸货。我让他开这边吧，让他开这边吧。
搬货，来，来，其实一人一袋差不多，就五十袋，不多啊。堆那儿，堆中间。哦，一口气搬两袋，洒洒水了，洒洒水了。哇，可以，猛。给我来四袋。别给你扛，你还要长个呢，弟弟。哎，四袋没多少。四袋可以吗？可以。这孩子，哎呀，哎呀，很重吗？很重吗？很重吗？洒点水吗？这四袋很重吗？这东西。有手套吗？给我一副，我也可以的。不是，他们不用你这点不用搬了，没了。就一点点。给我来五包。我要来四包，四包不洒洒水吗？不就？你要不？哎，你这么急的话，那我可就不行了啊！哦，闷啊，太闷了，好闷哦！好闷哦！老师，哎，好，给我留一包，这。没了，没了，确实没了。哥，一会儿还有好多，没问题，可以。小童，你来负责给杨哥排工作。好，我可以的，你不要把我当中年人。没问题，走，杨哥，来吧，回到我们的工位吧。杨哥。您要不咱一块儿这个种这个吧？可以啊，啊，我看到刚才观察大家这三分之二的，对，因为这个盆儿它是160的那个长度的，然后那个是140就装满才行了，160大概装三分之二就可以。就是黄色的装满，对，黑色的装三分之二，对，然后这个它这个苗是在里面，它是比如说好几个放一起的，嗯，龙哥你就把这个给拔出来一个，这样就是一株。一株能放一盆里就行，塞多深呢？把这个覆盖住就可以。好的，可以。这个是三分之二，这个是满的。都种这个就行是吧？哎，对，好。我们现在种的这是什么？这个是紫金水菜，成活率高吗？应该还可以吧，因为这都是营养土现在。哦，对，它种盆栽里应该活的还挺多的。主要这片地比较偏硬，然后底下它吸水可能没那么好。嗯。今天刚才说有多少？3000个花盆，3000斤土，600个盆，需要今天干完。对，一会儿就干完了。一会儿就干完了，人多力量大。哥，您平常有没有就是自己在家种种菜、养养花的？从来没有，没有，没有，所以特别好的体验。你们都种过吗？不可能吧，都没有，我们之前完全没，哪有机会啊，对不对？这，再说你们现在每个人都有不同技能的证书，很厉害啊。哎哎，六本证，不，你来介绍一下你的六本证。是哪六本呀？我们所有人都有拖拉机跟收割机的证，都有。然后我们还有三位有无人机的证，然后还有三位有挖掘机的证。嗯，就每天这么协作在一起，感情特别好，应该是干个活聊聊天。我看你们的一些露出的视频啊，在一起一谈到彼此，都眼含热泪，感觉特别不容易，一路走来。我们已经在一起一年多了。刚才说你们今年的这个任务很重，但是好像。你们效率特别高，对，因为我们把那个机械化都运用了这一节。那明年的你们的这个 KPI 是不是又会更？明年争取做个万亩户。对，10个董事。我们争取把产业想走出去，做大做强嘛，这不是你的口号嘛？这是对，在澳门当时说了。对，在台上的时候。对。所以你们去尖叫夜的时候是难得的放松，是不是？那天也不算放松吧。也挺累的，哦，那个就是种地的前一天，前一天还是澳门，哎呀，第二天回村里了。老师想采访您一下，就是如何在尖叫夜能够保持4个小时这样的状态？我看您背超直，当时你们也一样啊，我看没有，我们到后面我们没有那么直，对，我们到后面又开始歪七扭八了。李浩，
有7200斤的尿素，要卸一下。没事，我可以搬。不、嗯，我可以搬。哎呀，很有力气。杨哥可以搬，杨哥说今天没举。我反正练完了不会见谁都有些人是嗯。那咱一块儿去呗，就人多一块干完呗。去呗，没事。那咱们就半个小时时间集中把它栽完呗。对啊、嗯、这马上结束了。没有盆了已经啊，没盆了，没盆了以后其他剩种地里，下午慢慢种地里去。哦，下午种地里啊。对，我弄了点那个盆栽的，弄点那个土培的。啊啊啊，两个种一块儿。杨哥来喝一个我们的安慕希，安慕希补充能量，对，活性益生菌。他这咋用啊？就推就行了。你要推一推，我试试。你脚别往这儿伸啊，你就脚最放在这儿。嗯，这是前进，往前。对 ，OK， 这往前。这是刹车吗？没有刹车。好，这个是前，你拉回来就是刹车。好。等下，对，就是他有点不听话。那没问题吧？没问题，转过来没问题啊。我来呢，我要给掰过去是。还有点难搞。我觉得他们两个好像在被这个机器驯服，被机器玩弄。对，因为很难控制。这个机器认人的，它只认桌子。哎，我去试一下，感受一下。嗯。我来感受一下啊！我来感受一下。好，我给你推到这儿，然后呢 ？OK OK， 然后你就推这个往前走就行，脚别往这儿伸啊。我知道，我站在这儿，就是悬到那头。对，你推到前面就好了。还是伸的。带着跑，因为他被你的魅力所驱动。Muscle Man， 超级张。哇，油门是很大的，算是油门吧。对对对，太帅了！这个背影就是我所追求的目标。Muscle， 宽肩。帅。符合我心中伟岸的身影、啊、这个好累啊这个带人跑、这个、这好累，因为会带人跑。 对可以，我要弄完、我来吧，我看你们干活吓人。他开的好稳，他今天开这个。对啊，哇，咱也能干，哪块没苗了？给我来点土吧。好，谢谢。没关系。墩墩又发烧了，野流。我觉得，我怎么我一来大哥就，好像是，好像真是，好几次了已经。说刚才还调侃呢，说我们墩墩一崩溃就烧一下，烧一个玩一下。他又崩溃了。应该是累的。我让包头，昨天给我发的货，发的啥？羊，烤全羊。烤羊腿。又是羊腿。然后是那个熟的。嗯，我就算了，我感觉我也要。真的假的？啊，真的假的？头晕。是的。是吧？嗯。你量一下吧。没事，能做饭吗？能，做饭没问题。哥，你发烧了？啊，你发烧了，可能有点。哇，真的有点。量一下，有温度计吗？温度计给我一下。
童宇，给个童宇一个。好，拿出来吧。38.7度，还行，低烧。38.7度不低了。高烧，啊？过38.5度就算高烧。给我甩一甩，我也要试一试。啊，真的假的，哥？我从北京有点感觉。嗯。哦，可以。35度。好。哥也有点 feel 了。头晕乎乎的。杨哥也中招了。我好多天了已经。好多天了。我在北京因为赶着拍，组里边人比较杂。杂，然后不停的感冒，各种病毒，然后又在棚里边很多灰尘，所以就。叫我帮你看。这个我已经到快到39度了吗？啊。39度。39.1度，准确来说。快，杨哥39.1度，真的假的？真的，台凉的。谁啊？杨哥。杨哥？杨哥你。我就觉天，昨天我就觉得我整个人就是，我体感吧，我只是觉得热，但我不知道自己是39.1度。头疼。头晕沉沉，一会儿赶紧去那块歇会儿。不用，我就喝点药可以。先歇会儿啊，那块有药。你也生病了是吧？38.7度。我天啊！还好，你别走了，哥，你赶紧休息。还好。你去睡吧。没事，休息吧。没事。那哥，先我们先走。你们先走，然后回去吃个药。对，我们先走。对，走。我和杨哥先走。走。李浩，你一会儿要带6个人走了呀？什么时候？马上，你先回家等着吧，货快到了。你要去哪儿？他们要撒尿素下午。那一起呗，刚好5个人，我们5个搬那个尿素，走吧。晴天整活儿。8888。这是他们的店儿。哎，好舒服啊！少年之家。有那个感冒药吧？准备了哈。杨哥，您先休息一会儿。我不用休息，没关系。大哥应该在里面卧着呢吧？哎，对。啊，杨哥先吃药。孙豪不也生了病？我看他一眼，对。还烧吗？我刚吃完药。我摸摸，还是烧。嗯，从哪天开始的？昨天晚上。为啥我一来你就烧？那每次您一来就烧。是不是？那谁也烧上了？谁？童宇。我的天。还有一个人也烧上了，刚来的杨哥。啊？也怕烧了？嗯，正在给他吃药呢。我的天，我刚去医院开的那特效药。那你再睡一觉吧，啊？哎，咱俩相克对不对？没有，我克你，抵抗力太差了，睡吧啊。前面直走。哇，这一片比蓝一号田，对，这才是咱们最开始的。上回咱来的时候就开始收到这儿了。嗯，来吧。来了，再一点吧。这有多少吨呀？一半卸在这儿。好，总共72包，你们看吧。72吨，72包，36包，36包，等会儿4个人，4/8，一人卸8包，完事儿。对，一人面包计数，自己计数。我先进去。来。这我是直接扔地上吗？可以吗？我往下扔是吧？扔，可以一起帮你。哇，这俩人拿的？2包。啊，这个。
猛男啊！三包，报数报数，四包，四包，四包。来，不要看，你别接，别接。我一个人接不动吗？猛男，你可以啊，哥。再来。你这样真接不住，你就先到地上，你们再拖过去就行。好，你接着吧，你放上，你别干。十四，十五。是我扔地上。十六，十六，十七，这个九八，十九，我来。八零，慢点慢点，小心小心。十九，把这个键盘就中间有空好吗？其实上面的人挺累的，这也叫活。二六，二六，二七，七，二八，二八，压住我了，压住我了。二九，二九，三十，这都搬完了吧？这都搬完了。哦，对，我最后搬完去了。OK。好，绝杀绝杀，好，换地方换地方，哥，然后去那边。哎，还有啊，不没有那边大狗，哦、这也叫活儿？好狂啊！啊，这叫活儿！天哪，这叫活儿！哎，易如反掌，还有一半得卸。这玩意儿这花费挺重的，说实话。啊，一百斤木还是？啊，一个一百斤，一百斤就跟苗场那么差不多沉吗？这也叫活？好，好，好，下来别喘啊！男人不是不能喘，是喘完了之后还能接着干。来吧，兄弟们！一共七十多袋是吧？七十二，对，对，在这儿吧，在这儿吧。全卸吗？在，全卸了，全卸了。走吧，军哥，来吧，我上吧。就往那边，我先不是你先别接，然后到地上往那边拖就行。来，给我，给我，给我。哎，哦，哎，小心，小心，小心。你别接啊。哎，这怎么没拿走啊？来来来，我来，我往下拉，我还往后拽呢，别往下压了，给我压住了。我，哎呀，我抱住了。哦，辛苦啊，哥。对他来说都不算，现在气儿都不带喘的，是吧，军哥？没气儿了，没气儿了。来，小心，谢谢，回手。挂壁，挂壁，好，最后五包，最后五包，打起精神，挂壁，好，绝杀，绝杀，绝杀，力竭了，好好，苗老师，绝杀，军哥不容易。哦，绝杀！绝杀！哎，露怯了，露怯了，露怯了，怎么还撩衣服呢？露怯了。别憋过去了，喘喘。好 ，OK， 走吧，我们往那边走。啊！原形毕露了。小意思，这也叫活？路边摊，谁去路边摊？
咱俩骑电动车买。我不想买吃的，我闻吃的味儿难难受。啊，咋了？把胃口都搬没了？搬胃？天哪！姐，还要煎饼果子吗？手抓饼啊！我来一张，姐。饺子还有吗，哥？还有啥馅儿饺子？你吃啥？我要是煎饼，手抓饼，之前是没吃过。我来一份饺子吧。对，一份都啥馅儿的呀？现在只有大中了。只有大中来一份。我也来个手抓饼吧，姐。这不拿四张吗？不是，你们加啥说啥？加啥？我只加肉，我所有的肉都加。姐，我只加多加鸡蛋。你是最后一个，你先不着急。你说了姐也记不住，你简单说不吧，谁赢先做谁的。凭什么你最后来了？我不玩，不玩。来，谁起来不来？谁买单？来，可以，输的买单。石头剪刀。那我们四个是吧？有没有来不来？我看他没吃啊。来，石头剪刀。不。哦，没事，我本来要买单的。那这时候就要来一个套路了，种地吧套路。来。你说，二哥，你出什么？我出什么？哇，他玩这个，这都会。我出布，好啊，石头剪刀布。啊！二哥是一个诚实的人，我是个诚实的人，我知道二哥肯定会让我。你赢得一点都不光彩啊！你赢得太不光彩了，你虽败犹荣，虽败犹荣，虽败犹荣。没事，先做。啊、我们现在玩，谁先吃谁先吃。你啊，来谁先吃？来我先吃。石头剪刀布。你先吃，石头剪刀布，姐，剪刀布，我加两烤肠，俩烤肠，我最后一个吃，不是太惨了吧？你这买单，然后最后一个吃，没事，我最后一个，我都可以，我点了饺子，你先去，哇哦，可以，给我多来点汤吧，哥，哇，这可以加吗，哥？好了，可以。哇塞，就喜欢吃芝麻酱。不用。我笑着和你挤在一张假象的酱。呀，煎饼果子，煎饼果子。抓饼。手抓饼，我感觉我能吃好几个啊。没有，那就加了好。来一首说唱。姐，你咋不做那啥呀？烤冷面呀？啊？你咋不做烤冷面呀？烤冷面没有，这里不行。不让做。哎，早上我看还有那个烤兔子，你知道吗？这儿还有四个，真的，真有烧烤兔子。大家都要吗？全要吗？要吗？要一点。有一个辣椒，帮我多放点，多刷酱。有一个爆辣，要爆辣。好累啊！太有生活气息了，这个。这是水饺吗？对。哦，这汤饺。转过去了，姐。好。走。哎，谢谢。这饺子还能吃吗？还是谁的？你吃，我吃不完。王总为什么把筷子折断？是有什么？好放。好，你们吃盒饭会把那个筷子插到那个盒饭上吗？不会。我人生中第一次被我爷爷骂，就是因为这样，吃饭的时候插着。不能插米饭，但是那个你那个垃圾碗吃完以后饭盒那个米饭那个有时候敢有那样，对，那样没问题，但如果有米饭就不行。我感觉以前老吃那种盒饭嘛，就那种泡沫的那种。对，以前都是对，那个是就光吃完了一插就扔了。这回也有，感觉可帅了，最后插那一下的动作，感觉是一个仪式感。以前少熙在你们学校是有人，那会儿有人追他吗？很多啊。哎呦，哇，那能愁找不着对象啊？他为啥找不着对象？你看我身边现在都是谁啊？没有，他一直是以学业为重，以学业为重，那没学明白，我看。今天是什么？鸡腿。哎呦，是啊，来点柚子。哥，吃饭啊，我们有。名贵的盒饭，名贵的盒饭哈，然后这桌子也是我们自己做的，精美的盒饭，我花30块钱一盒买的，得吃，你们得吃，因为你每天工作量太大，不吃肯定不行，快吃快吃快吃，我你喝个药，我刚才喝，没事，
要特效药吗？哈哈，特效药很管用，这玩意真的很管用。我们都是喝这个，喝几下就好。真的很管用这个。俩快吃饭啊！好嘞，嗯，好。老师，那您休息。我自己溜达溜达，我觉得挺好玩的，我看一看当初。是不是每天吃饭是最幸福时光？那还真是，老师。不是，你要不用不用不用，我那个那边有休息室，没事啊。基本都是盒饭的，还是每天会有一顿自己做的。就是忙的时候会吃盒饭，就是像今天。可是我觉得一份盒饭不一定够你们吃。我们能吃两份，对吧？就是消耗很大。你觉得昨天那个好吃还是今天好吃？昨天就好吃。我也觉得。昨天吃顶尖饭。昨天好像每一个菜都蛮好吃的。你们还没吃到最好吃的一个盒饭，有一块大的红烧肉，哇，那个巨香。还有鸡腿，哥你吃吗？我一会儿吃。好，你歇会儿要不？我知道，我泡了个面，我想喝点汤。睡会儿。王岩老师也休息会儿吧。哥，你这休息一会儿吧，因为我看你这，那我就稍微缓一会儿。好，缓一缓，缓一缓。哇，这条件，不用这么热。我就稍微我在这靠一会儿就行了，可以放平，可以放平。不用，我又不睡，我就坐一会儿，稍微缓一缓。你们就随时叫我，需要到哪一个环节你就叫我就行。好的，我稍微坐一下。OK。如果你休，比如你睡觉的话，我不睡觉，不睡觉。这盖一盖，在这随时拿。那我就先好的，拜拜。人呢？休息。我以为他们都在干活，我得出来干活。他一般就是会稍微比我迟。到几点钟呢？他们目前一个定的是两点。两点是吗？可以再休息。我怕吵到他们。现在动。我没问题，没事，随时叫我就行。还有15分钟呢，随时叫我。好。不许叫！兄弟们，可以去那边了。中间我们卸肥那个地方。好，那咱们走吧，走吧。走吧。哎，镰刀不够，够不够？够。感觉像去干架去了。你们每天都是这样，每天都有工作啊？就是最近比较忙，就今天比较忙。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基本的一个节奏是什么呢？每天几点起床？就是9点。9点出工。闲的就是收拾日常护理。然后农忙的时候就是可能8点就起来，然后就开始干，要到晚上9点10点。对，中午可能有时候就吃一口饭，然后继续。其实对你们消耗蛮大，其实就是累，身上累一些还好。所以这个无人机一次你们已经计算好了要装多少？反正这几片田就是36袋，对了，然后它就2台无人机一起飞，这样。你们自己操作啊？对，跟师傅一起。今天你操作吗？也可以操几圈啊。你操几圈呗。
万炳跟许兆豪，你俩就负责就是更换无人机的那个电源呗。好啊，因为他可能飞一两趟之后就要得运过去，然后我们之前的经验是可以开个电动车，这样运会方便一些。好，那我们开电车去吧。待会儿就是有人负责啊，一割开它。好，这样拿就行。好，然后这样拿。放到那个无人机的桶，就是这么个火，差不多，好了，OK， 让一下，希望让我们看得起飞了，新年首飞啊，你这是 ，professional， 三，二，一，哇！太傻了，你看，太傻了哈、哦。它是追肥，是不是相当于是？因为就这个时候，它是需要这个蛋鸟去让它生长，在这个生长阶段需要这个。扫完了？扫完了？没有那么快吧？扫完了。啊？啊？扫完了。这人快是不是？好，那就往里装，装，来，走，哥，那咱三负责这台吧。行，我们就搬过去。三二一，起。OK， 完美，天衣无缝的合作，我们差不多，好了。哎，你这样也不行，这样也不行，你得让它有个口。对，哎，有点慢呀，这边。好了，你看我们都好了，我们也好了，怎么回事儿？哎呀，这刀法可以啊，哥，听你们学的，利索。哎，这个向德要不要动一下？我搬会儿，待会儿我再飞一会儿。哎。来，不是猛男哥，来，一二三，走。那他们还得蓄力呀、啊，我们就接，哎，就起来了，还一二三的事儿。我们不用一二三，我们直接三，我们三。让他们来看一下，还得蓄力，怎么回事？哎，你们慢了一拍了，这一次。我们早就搬完了。我刚充电呢，哥的。刚充了一会儿电。他们组没有活力。他们组，对啊，都90后，为什么不行？一下子应激了，估计。啊，就一开始卯大劲儿了。对，一开始瞬间。哎呦，就那么点活，种地吧，不就就那样吗？这也叫活？这也叫活？这也叫活？你是第三天，你们有心就已经熬成这样了，熬成啥样啊？还好吧，还好吧。要这次到个半包，这边到半包，半包好了，你们拖着过去，不拖着去，拖着走，没事。你怎么还让我们的组员来帮你们呢？大半头，我天啊，哥，很难想象你现在是39度的人。哥，你真的不难受吗？39度啊，大哥！人家来三天才这样，我不能第一天来，你知道吗？那不丢人了吗？男人的胜负欲。是啊。你看，本应该最有力量的鼓手，现在沉默不语。有力量，这才哪到哪儿啊？这才不要故作坚强，真的没事，别哭，没事，见。还有好几天呢，第三天已经这状态了。不断在那个墙上画个正字，好，已经几天。他们现在我觉得是度日如年的状态，感觉。没有，这几天睡得特别好，睡得特别好，特累，倒头就睡。一二三，起！怎么样？起！一二三，起！起！起！可以倒完是吗？好，倒完，来。
这也叫活？蜜蜂的哥哥们是累了吗？不累啊。怎么沉默了呀？咋不说话了呢？怎么没有前几天的活力啊？活力呢？来，把这个墨镜摘下，看看什么眼神。我那吴健是特明显，这几天受不了了他。没有，他们仨居然都坐下了。对，你眼睛已经无力了。别无力了。Chief newbie, Chief newbie, Chief newbie, get up, you three new guys, get up, 走。Chief newbie, 努力冲。敢不敢玩把大的？啊。小小猜拳猜输的一个人放，两个人吧，两个人，嗯，两个人可以。你别让你那么狠，你这新乐队都快解散了，人家这来来来，石头剪刀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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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这段咱俩。停那么远，啊啊！这个节目组要成我们吧？一个人吧，啊，一个人。哎，我来，我来，那我来。行，一个人的话我来。来，让给你，我不要了。你来呀，来呀，你都是。你们可以猜拳，定一个人。猜拳，猜拳，猜拳，一个人来。这样，咱俩赢一次走一半。不不不不，一个人，一个人到，一个人到顶呗。赢的，赢的，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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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是吧？谁都剪刀布。不不，蜜蜂没了，蜜蜂没了，蜜蜂没了。去那儿等我吧，很远，很远到，这次很远。不是这样，我们有个规矩的，你可以叫一声哥哥，他就可以帮你。不，叫哥哥。不叫哥哥，我一个人抱过去。不不，我可以的，最远的一次。愿赌服输，旅行新蜜蜂。哦，牛。还得是我大大哥，来倒吧，大大哥，我帮你托底，我帮你托底，不用，这是我们两个的事了。好好好，一、二、三、七，这不两个人就能干吗？是不是？来呗，再把是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第一个赢的和最后一个赢。你要这么玩也行，别玩了什么赢了的指定一个人，这哦可以指定人 ？No， 多半指定我。为什么多半指定你？你知道自己有问题啊？不行，因为我跟他们十个玩都总我赢的，你知道吗？你的这个运气比较好，所以指定多半都指定我。然后到下一轮我们就举手投票指定谁来。No， 可以。可以，我们大家都同意。这游戏不再这么玩。好玩，好玩。我们都同意。指定吧。对，指定。那还用玩吗，哥？就是你了，反正是。来，三石头剪刀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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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这哎，一个赢，我指定是吧？蒙眼转，我们这样围着他转。你别害怕，你别害怕。杨哥，咱们蒙不蒙眼？我觉得不蒙眼。这样吧，杨哥，我想搬。俩人，最大的最小的，我最大，你最小，这趟咱俩来，行吧？哦，你们怎么好意思？走，咱俩来，我帮你们拖着吧。不用不用不用，怎么回事呢？猛男，对我们两个还弄不了他了，真是。哎，没问题。一走，哦，来，来呀，何浩南，你们先来，我把这半袋撒了，你帮我算上吧。来，咱输了一个，跟他。行，石头剪刀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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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哥，下一把赢了的去吧，好不好？这规矩定的太好了。
其实他们十个人能干下来，好多时候就靠这种互相激。对，哎，没办法。小心，来，兄弟们，两个抬一下这个，这个四张。苏州，给我来五张。五张，我要六张。先让我来五张。我 first， 谢谢。小心啊，这，放好啊。哎，少熙来，你的实力给。来五张，拿吧。来五张。我要六张。六张，你弄得动六张吗？攀比，男人就得攀比。来。哎，慢点哟！你别扭着腰了。哦，掉了一张。行不行？帮我捡一捡。啊，又掉一张。啊，可以了。你要不行啊，就休息。这张是专门留给你的。不行就休息。来个猛的。咱俩一起过来。Together。对，你要 Together。来，猛男。慢点。挂着衣服了，挂着衣服了。小心手。哎，可以。哦，看来是二手的了。岁月的痕迹。这都生锈了。你别跑，这个破帐篷。你说我已经打三次了。啊，我们都打过。啊，来，最后一捆。我们又是过命的交情了。下馆。我们先一馆去。给我多一点。还可以继续来。哇。OK。OK， 还可以继续。真的吗？真的。再来两根吧，一博哥是真给啊！一米线王总呢？啊，现在？你咋不早说？啊，线哪儿？这里吗？真的吗？不碍事吗？这儿？往上堆一堆，往上堆一堆。没事没事，我来扣。啊，哥中了！你好虚啊，少熙啊。哇，我的耳朵。OK 吧？可以，谢谢。还能行？王总都十根起，人家都。十根起？对。十二根了。直接上十五。十五根。二。三。十。不行了吧？在哪儿？攀比，男人之间的攀比。十二、十二、十三、十四、十四、十五、十五、十六、十七，行不行？不行！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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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追过来，十五啊！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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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啊，我的耳朵！少熙，十五根。啊，你又没搬。我没搬。你搬的话，你连十根都拿不了啊。哦。咱俩一人站一头呗。来，不，我这出去了。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对，就这个地方。二三。来这根。啊 ，OK。二哥，你累吗？要不要换一下人？没事，换一下吧，换一下吧，你俩一直在上面，换吧。不是，只有陈少熙会累，我们不会累的。来。你去行，没事。行，你上。没事。没事没事。我上先来吧，来。没事没事，我俩先来。丢是吧？扔。小心小心。哎，扔你扔。扔哪里走？我看上你俩毕业才认识了。哎，一二三走。一二三走。累了，速度慢了呢，怎么？我腰酸是吗？你俩休息啊，等我们整理一下。来，哎，咋了？来，砸手了？没事吧？我天，老师，流血了？砸了震了一下，他那个震，应该震了一下。砸哪儿了？挤了一下，有点震了一下，出血了吗？没有，
你知道王子的吻其实可以治愈一切。王子，一波，怎么？哇哦！不是人家受伤了，你还是没有看过格林童话吗？王子的吻治愈一切。上来一下了，你上来一下了，你都一样。上来还是举，这样的话我觉得快一些。我直接试，我先试一下吧。小心小心。哦，哎，这个可以。王总帅啊，王总。哎呀，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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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们是传统方法，别人能怎么？啊，我们就体现一个力大无穷。我来帮你弄。不要紧不要紧，这样不累。没事没事。六，结束。那我们还要干嘛？我们要试一下先装架子。哎，我们可以先拉个桥出来吧。我帮你弄。我给你搭个大概的出来，你先看一眼。你先看一眼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可以，你到。可以，漂亮。可以了。反正到时候，你这个是要在下面对吧？对。下面。桶在下面是吧？嗯。这网在上面。两边拿铁丝固。可以。先试试啊。一样的。也动不了。你试试呢，走上试试。可能会滑一点，它滑一点没事。它上下滑没事，只要它不左右掉就行。或者咱俩就这样，以后每次上去这么上。这也行。啊，这样也行，其实。这样也能走。这样也行。那就不用搭中间的网了呀。对啊。那就每天就这么走。每天就这么走。到时候我过去找你，到时候这样，哎，你从这头，我在这头。哎，陈少熙，哎，对不？哎，你要心里边，我要心里边，我错一下。哎，童宇哥，哎，这两天冲地体验卡感受如何？哎，你们太不容易了，累得我这一会儿没有体力了都。正好我这里有安慕希活性益生菌酸奶。哎呦，你这是小魔术师吗？你从哪变出来的？哎呦，新包装小金罐更好携带了，随时随地补充活力。来来来，干杯！嗯，口感顺滑好喝，没劲，我又可以继续干活了。那必须的，来吧，还要开干吧，走吧。来，你扶着我砸，贴着这儿啊，你别动啊。你可松手了，但是你要帮我憋个劲儿，往这儿掰一点。懂了。对，我怕砸弯了。耶，你就这一下，幸亏脸没在旁边。I'm going crazy。再来一下，再来一下。OK。来这个。等等。OK， 锤！你这吓人呢，你这起势。走。哦，我知道，我要这样砸你才不会动。对。还有多少？三下。二，三，再来一下，再来一下。OK。来，找个平先。哇，真的好歪啊。这架怎么像去年搭大棚一样搭不直。是跟去年一样。这样咱俩调一下来。啊，这根往这边掰一点。毛细板。对，掰掰。再掰。好好听，来下一根。下根往回掰。往回掰。对，回这边。右边掰。对，好多了，回一点。让它回去一点。好停。出来吧，应该没啥大问题，还行。其实用横杆是能调整的，这个重，反正塌不了就行了。是是是，我们只把
找个瓶。一波，求助一下。来了，哥。哪个？地平仪，在那。你说那哦，这个。它是不是会飞？对，它可以上天遁地。不是那个长江七号那玩意儿吗？这小地雷。好。开始量了。量吧。我们量以他为标准行不？你这是多少？20。20。对。那边高了。对，那边往下砸吧。2点多。你这得疯狂砸啊，一打一点点敲一点点。可以哈。谢谢一博。没事儿哥。哦，好平安。就是会有一点点误差，不过可以找的那种。Insect。完美，然后看衡量。Yeah。Yeah, yeah, yeah。OK 前面这个没做过，这么多人的量都不知道多少合适，我得摇一个人过来啊。小童，喂，张老师、这个我现在摇人，把你朋友给我发过来呗。哎，行，没问题。张老师，我们马上干完活，我和我朋友一块儿去帮您吧。因为那个谁，那个童宇，烧起来了。好，张老师，那我们马上10分钟后往家走哈。没事，不着急。哎、好嘞，好嘞，我们把这个地儿收个尾。对，拜。好嘞，拜拜，张老师。那烤箱在哪儿？烤箱是那白色的草莓旁边。这个，那一会儿咱们就把它拿到别处去呗。就是因为这块的空间太挤了，这是什么呢？那个是药箱。里面是药？对，他们去年的药箱。你就大可不必放在这儿吧，我先放在这儿，好吧？因为地儿太小了。把这些给他们放到冰箱里去吧，要不都坏了，今天晚上也不吃。今天早晨他们吃的是不是煮鸡蛋？他们吃过什么在地上都能反映出来？我觉得他们刷的每一个锅在我眼里都很危险。他们自己不觉得转不开身吗？不觉得。张老师，我们来了，来了。哇塞，张老师怎么整、哎？我把那个排骨先拿开水焯一下，焯一下。然后这个小童，哎，你觉得这个排骨咱们是不是用那个柴锅？就是拿个那种大锅，大柴锅，直接拿那个锅倒到那个锅里面去炖。好，可以，好吧，这你就放在这儿，我一会儿拿那个炒糖色。啊，需要配菜。有没有发现？我把厨房收拾整了，反正乱中有序吧，是。哦，是这么说的哈。OK， 张老，我们把锅支出来啊。哎，你们去支那锅，然后我弄个葱姜，好吧。来，张老，我们先把锅升起来。好嘞，你升起来，只要是你升起来，我就炒糖色。好，没问题。呀，童哥咋样了？还行，好，稍微好一点。辛苦了，你回去歇着，你别出来了。歇着吧，好了，好点了，好多了。不管了啊，多来一个帮厨。头，哎，不管了啊，你打个下手。小头，哎，你面前啊，这是啥？哦呦，啊，这是烤羊腿啊！我的天，省事儿吗？这太省事儿了，直接抱着啃就行了。要吃排还是吃腿？都行，张老师，看着安排。我们啥都吃，可能吃完后我们也不知道吃的是排还是腿。先来个腿，这是我们包头的特产，就是这种做法，烤完了之后变成那个真空包装。小童，
哎，你尝一口。哎妈呀！好，先等。别沾手了。哇，羊肉味正，是不好吃？嗯。烤箱开开。这个怎么也得20分钟。整个蒸吧。整个蒸，整个蒸完以后，咱们改装吧。大鱼下锅。我给炒糖色了啊，没问题，来了。哎，这糖色炒的真厉害。那锅架上了吗？哦，好吧，好，架。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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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小心小童，小心小童，小心。对的，哎，对喽，小心小童，小心。好嘞。哎哎，来小东，对，哦哟，这烟火气一下上来了。OK， 盖锅盖，咱们掐着点表吧。好，四十，4:40。5点行了，嗯。好饿啊，饿了，来吧，我们学一个残酷的。怎么说，哥？你有想法了？开始，到结束，到结束，到结束有点扯。哇！来，输的，输的，挑狮子卵的，不是，刀，不，不，不。哈哈哈哈哈！剪刀，不，啊！石头剪刀布，啊！石头剪刀布，啊！为什么？这么些两个人吗？天哪！要数一二三吗？李浩，三二，不要数，三起，不要数，直接起，去，不能给哥笑话，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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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二，不用三二一，我们起，起，起，李浩。加油，李浩！走啊，那等啥呀，兄弟们？你这……啊！等我们搬完去。加油！他已经连着搬九趟了吧？太阳都不是，月亮都出来了。最后一袋吗？对，三。可以了，剩四袋往车上一扔就行了。需要我们帮你收尾吗？帮你收尾。我是个猛男，我这火绝不让他干。但是呢，我为了让他没有成一个就团结一起向上的感觉，我们一起收个尾吧。来，走。走。我来，我自个儿。不不，他要面子。哦，他要面子，他也上不去。哈哈哈哈哈！上不去。这句话太渣了。哦，可以可以。哎哎，加！啊！哎哎哎！车，还有谁？就失败了几次。好的，今天这么开心，我们合影一个呗。好，三二一。今天是猛男种地的新的一天，呜！怎么回家？回家回家。他们是都要回来，准备要吃饭了。哎，粉条下了吧？行，粉条下了吧？咱们准备吃饭了，这儿准备吃饭了。来，下了，你给我。
哦，它这个吸汁儿。哎，这锅老香了，炖了一小时了，快。排骨真的炖了一个小时了。嗯，一个多小时了。一个多小时了。排骨绝对炖的稀烂。来，干。功夫菜。哦呦。干完了，哥，辛苦了，辛苦了，王老师。六点我们准时完成任务，今天。再给我们15分钟，大家吃饭。完美。哎，太幸福了，这。那个，李浩。嗯。你们今天是不是对王阳老师下手过狠？没有，我们后来都玩游戏来干活。玩游戏的，他连着搬了十几袋尿素。哎，他之前玩游戏老赢，没干过活的。今天后边全都输的。哎呀，那上半场我一直赢，然后下半场总是我输。天道好轮回啊！咱还有一个炒白菜，对吧？对，炒鸡蛋。炒鸡蛋，那就咱俩一人一边呗。可以啊。咱们又不是摊鸡蛋。就炒个稀烂就行，我行。因为我觉得，对于这波人来说，你给他摊的多美，都没有用，没有任何价值。对，主打实用。我也开做吗？开做吧。哇！哇！还是下厨了，张老师。不光下厨，而且下的贼完美。天哪，这大菜都已经端上去了。哎呦，辛苦了。没有。哥，你这羽绒服真好看。辛苦了。呀，不辛苦。要啊，张老师辛苦。没有，真好看。张老师还不脱下来？现在都开始抢衣服了。朋友们，搬桌子，在外面吃。走，来。我看一下啊，1、2、3、4、5、6、7、8、9，我放这了啊，弟弟。嗯，好了。吃饭。开饭了。李正明。吃饭。嗯。吃啥？你不舒服吗？你们吃吧，你们吃吧，我不想吃，现在头痛。把灯关了吧。哦呀。咱直接开炫。吃饭吧，老师们。这锅炖了一个半小时，哇天，好香！这拌饭可香了，哇，这个太好吃了！谢谢老师，哇！最好让它赶紧消失，因为凉了真的就不好吃。那就吃吧。对对对，快！哇，想要一个位置，哥哥，可带劲。哥哥，弟弟有什么事，弟弟说呢，先别。没事没事，别，弟，没事没事，哥，弟，哥，我来，哥，我来，弟，我来，弟，我来，我来。扛不动了，缺氧，真的是。来，撒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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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已经夹完了。我天哪，我亲娘嘞！老顶，哎呦我的妈呀！哇啊，绝了，这个羊肉。别拿走。哦，谢谢张老师，我。这锅没了，不是就这底儿好吃。他黑龙江人，啊，就喜欢那个。这肠是不是特别好吃？对，特下饭，辣辣的。下午是谁和杨哥一块干活来着？我们好多人呢。我，猛男帮举手。杨哥怎么样？哇，天哪！你们给打分，评价。说实话啊，说实话啊，别虚伪啊。拿起镰刀的时候，冷面杀手割开那袋子，嘎，可是一个坑吃。我很喜欢割开那袋子解压，我觉得就好像演了杀手片一样，把袋子给割开，然后到后面搬。我天哪，这手一抬就只有没有，有点假了吧？这都是两个人一起吗？两个人一起，有的时候三个人一起。哎，朋友们，我来给你们宣布一个事儿啊。我决定就是，哇！天哪，老师，鼓掌！鼓掌 ！Good idea！ 什么呀？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 idea。对，伟大的 idea。李浩 ，stop！ stop！ 然后 stop！ 我决定是这样的，可能我就是这次以后我不打算再来了。啊？什么？为什么？因为我后来仔细想了一下，就觉得。比方说今天是杨哥来的啊，是吧？嗯，之前是不是
毛不易来的，毛老师对。然后在之前，我带着我的朋友周深来的，是吧？是。我突然就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你们都有资格上春晚，而我没有，我不配再来和你们生活在一起。今年是这样的，朋友们，今年你们和杨哥会一起上春晚。哦，杨哥是第一个节目，开场节目。和12点钟声敲响之后的第一个节目，我的天啊！所以杨哥将在那个现场整整待一宿，整整待一宿，互相陪伴。你们把那个舞给大家跳一下，我们看一下呗。哎呦，这课代表，来，你去，我给你喊拍去。来，谢谢老师。来来来来来，师傅今天汇报演出，展示，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拜拜张老师，扭扭捏捏的。那我们送一下张老师，送一下张老师，送一下张老师，张老师拜拜，欢迎您下次再来。快快给张老师把刀腾出来，你快去快去，来吧，十个姐姐展示，来，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唱唱唱，不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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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李浩，你回到你的位置。啊，我觉得有必要你一个人跳。不要！哇！李浩，李浩，李浩，他后半场全是混的。李浩，李浩，来吧，来吧，咱给他喊拍的，来，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大大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五四五六五七五八，嘿！哈哈这回对了，对耶耶。圆儿，这回对了。对对，他跳很好的，昨天晚上教的时候学老快了。啊、那个下一位，来武术老师，武术老师，我们真的就对武生，我们全是充满着敬意。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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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哎，陈小新，你俩谁的身手好？他是武生。那你打得过他吗？打得过，打得过谁？打得过我自己。没有。家人们，我表演一个戏曲的基本城市化身段，走边啥？常常运用武生，运用于打探和那个暗行。打探，好，好，好嘞，呀呀呀，嗯，好。蹦，蹬，蹭，哒，得，蹭，蹭，哒，哇，蹭，吹，蹭。都是唱菜，哎，再起动，啊，好，谢谢，哦，哇，谢谢大家，牛牛牛，他会自己配乐，牛牛牛牛，我们自己练的时候都要自己配，对对，啊，陈小新，你是不会这些，少熙能后空翻，那个能后，我能前。你能后空翻？你能后空翻？真的假？我不信。你们真的？你们这样，他可以连着翻十几个的。十几个？五个最多了吧？今天说能连着翻十几个。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看那个路，让看那个路。来，随便洗。随便随便随便，小小的。他大学武功很好。我后空翻的话会有安全问题，可能会不稳，容易崴脚，因为在这地方，所以我后手翻。啊，你那手翻。后手翻给大家来几个连续的就。哦。你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个地。没问题，没问题。嗯、小心啊，小心啊。兄弟们，三二一，哇！
妹型。哎，那咱们就是，我想人家都展示成这样了，咱们有什么值得给人展示的呢？刚刚不是这个舞蹈，刚刚我们的舞蹈还不值得吗？超前点播，你自己想一个吧。想一个什么呀？男子汉不要扭扭捏捏的啊！我们想一个我们的十个晴天的礼仪。哥哥们，我们来表演，但是你们要过来一下。过来一下。我们有一个特别诚挚的表演。所有的哥哥们，小老师们来中间。全都过去是吧？啊，都过来是吧？都过来。来来来来，各位。有仪式感。列队列队。掰手腕吧。然后你们进来我们这个圈儿。来，进入我们的圈套。被我们的真诚所包裹。被我们的爱意包裹。这什么仪式啊？这儿进来。这是什么仪式？三二一，走！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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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嫌弃了，你们的这个仪式感太让人嫌弃了。怎么样？可不可以？我们诚挚的感谢每一位来帮我们忙的哥哥、弟弟、兄弟们，还有感谢张老师，谢谢张老师，大家辛苦了。那个，我们再次感谢王阳老师，然后今天专门来，谢谢杨哥，谢谢杨哥，希望杨哥今天开心快乐，今天特别开心，希望有机会再来，我们以最大的一个欢呼声，三二一，哇！开心死了，谢杨哥，太棒了，跟他们在一起特别开心，我觉得自己特别年轻，我浅表的理解，它有可能是一个综艺，但是。但我真正的经历了一天之后，我才觉得这更像是一个纪录片。哥，待会儿你能看到著名风景，后头我们的夕阳，真的好看。夕阳对吧？下最后那点特别好看。夕阳带着密度要沉下去的时候，我站在后面看着前面的那种逆光里的他们，我会有点感动。虽然夕阳在落下，可是我觉得他们是在往上成长。如果能。在他们约定的时候，满眼金灿灿的油菜花长出来了，可以一起吃着他们养殖的小龙虾，一起坐那儿聊聊天儿，感觉没有年龄差，我会觉得挺幸福的。嗯，时刻今天做大做强，好嘞！一。二三四五六，好，下一个动作，我们现在不是到这儿了吗？万撅你的屁股，二什么东西？三拜年，四五六七 M 八，好哦。Good morning， 蒸一个东西。对，你发个火吧，我去拿，在那个冰箱里，我看有什么速冻的。没问题。来吧，包子，紫薯包、肉包，不错。这煮啥？煮鸡蛋，加上蛋白质。哎呀，许昭豪已经走了。啊？他已经走了。早啊，俊哥。我早上看你在那儿，我还想去跑跑步，后来就躺了半天。啊，奇怪。哎，这家伙一个接一个。我37.8度算烧吗？特效药你没喝吗？我喝了一杯，精神嘎嘎好。我现在精神也嘎嘎好。现在应该没啥事儿，昨天早上也没事。你别一会儿去了哪儿你就开始抽晕了。哎呀，那我是不是我可能要晕到39号，不是晕到19号？你已经开始烧的糊涂了。哎，39号哪有39？世界上哪有39号？我找个太阳多的地儿晒会太阳。发烧了？啊？发烧了？
没事儿，没事儿啊。你确定啊？啊。梅文房，快来测测体温，快快。我没事。我也感觉没事儿，但是测出来我发烧了。测多少度啊？37.8。那没事儿，37.8还好。对，你去测一下，测一下。你现在难受吗？不是。我刚才不难受，他们说完了之后，我感觉有隐隐作痛，隐隐的有点不太得劲儿。不测啥事儿没有。对，我昨天也是头疼。头上好点没？我好了。你这一天就好了？那蹲蹲那个，那他这个不是一溜，蹲蹲那个是呗。我可能就是凉着了，凉着了。我可能就是、发烧了。我昨天嘛，昨天我知道了。今天没事，今天没事。现在我状态没事，对，你没事，不是热热的吗？没有热的，不用热的，不用热的，在冰的。每人量体温啊，一会儿。迅哥以为没事，自己37.8。好了，我给你看，你看不？我看不出来啊，这个。大哥，你夹哪儿了？根本没出来数，35度，你死了！我夹着，我一直夹着呢。我好了，你多少？我，啊？你看，我38.6。体温计坏了吧？体温计坏了，我感觉是。你是有点热。我38.6，我都不知道，我不可能。你比我热，你比我热。不能吧？不能。这体温计坏了，我38.6。什么？快把路叔拉走，38.6。我把他赶走，把他赶走。你还发烧吗？我不，我从来没烧过。叫疼啊？没事。王哥身体怎么样？我没啥感觉。浩哥嘞？给我抽烟了。没啥问题。我一点事儿没有。弟弟测出来多少度？哪个弟弟？还能有哪个弟弟？王一和啊？啊。王一和没测吧？王一和出来一测，-18度。-18，高脚杯的咖啡香槟，连体温都在被他打嗝。对，给弟量一下，36，还好。你可去量个体温，现在没啥意义，越早得越好。你没事吧？36度。你烧几天？我赶紧烧半天。张老师后斗门瘟神，真的太不吉利了。我送了半天，送了个全阳。每次不仅能带来羊腿，还能带来一些小病小患。小云车，干啥去啊？大鹏啊，现在走吗？走啊，走吧，9:30了都快。大鹏出发，一共4位。来，大鹏还差2位。可以，我和一凯一块上。好。15:1。哎，董哥你不去啊？不是，你去吧，我车队了，那我就啊。行了，各位乘客系好安全带，滴滴专车为您服务。您的手机尾号是4.8。好。来吧，兄弟们，开工了。这是你们要放桶里那个吗？对，我们打桶到了吗？桶没到呢，我们先搭个桥出来，先帮小童呗。哦，小童在这儿的，马上进来。有点土和那个，怎么又是土啊？哇，还有多少？哦，好厉害！没了吗？没了。太快了，没抢上活儿。这年头活儿都要抢啊。今天接着种。对，给他把这些种下来行了，没剩多少。好，我把那个小盆儿喷一下。让我想到了抬玫瑰花。还有玫瑰花有地儿种吗？不是啊，啥玩意儿？玫瑰花，没事。我跟他唠嗑，我说抬这个盆儿想到当年抬玫瑰花。他补一句，还有地儿种玫瑰花吗？这可是闹的，烧还没退啊？啥？烧还没退啊？没有伤。
啥伤？赶紧挂个号去一下午。你会会说重庆话吗？我重庆人应该会说重庆话。啊，是吗？我不信。什么？你不会说东北话？我他说的多标准的普通话。他也没有口音、啊，一点口音都没有。不是，我们东北人从小就被教育说我们说的是最标准的普通话，真的。那是上表演课，然后老师给我上台词。八百标兵奔北坡，然后老师叫坡，什么坡？坡，是是是，东北的他是那个坡，哎。军哥昨天睡得好吗？太爽，太爽了。哦，昨天是不是有人打鼾？咱们寝室啊？对对对，是谁？上铺吧，上铺啊？啊？你咋知道？你咋知道？我昨天过来了一下，你几点过来的？11点，那我们那屋已经全都睡死了。对，睡死太强了。哎，昨天晚上俊哥给我打醒了，11点就睡了。十点就睡了，我天哪！昨天晚上11点，俊哥给我打醒。哦，打呼打醒了。没有，他把床给打共振了，整个床跟着震。你那是有一个消不掉的频点，对吧？共振了，就是低频有个共振点，正好卡到那个床的频段上。红哥，这个再塞点。哎，这是还要放那车上？啊，对。二哥，把车开到那边吗？好的，弟。哇，帅吧？帅不帅？太帅了。我这技术还坐好站好了。嗯。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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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呦呦呦！哎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哎呀哎呀哎呀！慢点！咋了？没事吧？把人家苗给踩了。哎呀哎呀哎呀！你别！哎呀！没事，过去吧！你别反复鞭尸了。哎呀，我错了，哥。没事，一会儿再栽栽吧。对。行，哥，我先下，我活命了。你咋？哎呀！我谁开的车？二哥开的。哎呀！我先下，这样直接倒过来吧，直接。哎呀！停！哥，要不还是下次我开吧。等下，我把这个拿下。等一下。哎呀！这车技也不行。再往后倒。哦，哎呀！我来，鲁哥，我来。哎，慢点，没事吧？你来开，是吧？停这吧。你来开，错了，没事吧？没骨折吧？是弟弟不长眼力见了。太神奇了！我在心里在想，但是我没说出口。我说他一会儿会撞到这个脚手架。3秒不到，我听到响了。OK， 还得是你哦。OK。哎呀，我天！往上摆吧，这样能装多点。来吧，装车吧。来吧，一起呗，一起，一人拿个两盘装过去。来，两下给他拿上去。哎呀，你看看这，人多力量多呀。弟弟又开始摆盘了呗。这样能放的更多。对。哎，还人多干活。其实人多几趟就完事儿。哇，你看一下满了。但是昨天干，快给我干死了我。OK， 友友们。好了，放不下了。走吧。你开我开。
二哥你卸吧，要不我卸，你开，你开吧。来，你看什么叫教程啊？看什么叫标准，知道吗？哎呀，哎呀，小车开的可以啊。哎哎，完了！对不起，对不起。诺兰·穆西，没有，没有，他想跟我一起同行。同行，对，走。不是这个放这儿，他就是想跟我们一起前行嘛，对吧？对。在前行的路上肯定有一些挫折和坎坷。有些阻碍，但很正常。哎，这个真的有点艺术造型的感觉。还真是，它这个地形还挺有意思的，像一个设计，不那么的刻意。设计刻意。陆卓，陆卓，你最帅。胖的像个大白菜，什么鬼？尬呀！陆卓，陆卓，你最帅。头发掉的真的快。会押韵喽，哎，你到底和樊博宇的 freestyle 谁强啊？肯定是我啊，是吗？对，你的实力不用多说，因为我的小名叫多多。你叫小名叫多多，嗯，但是你的实力真的不经不透捉摸，然后你凑到大哥的面前，把狗头给他摸摸。我们是从这儿铺还是从下面铺，少熙？下面。我们可以先把这个三米乘六米的搭出来。行。我们现在是要这样，先把这个六米管竖的铺两根，横的三米管铺两根，先把这个大框架铺出来。对，铺出来之后量好边长相等，然后对角线拉直，确定是个直角以后，打这边的两道桩，然后找水平。我给你扶着，哦，小心头啊！小心两个手拿，对，不要站不住。哇、你别吓唬我！你别动！你这个掉了会砸着我的。不用，砸不到你。他也砸着了、我他已经那个飙我眼睛里了，别看，等一下头转过去，我大有负荆请罪的感觉。你真的别脱手啊，这画面真的有点搞笑，你脱手我就没了，你放心脱不了手。你现在像在被用刑，你知道吗？就是像什么受什么刑一样，一极刑，真的很像。来，我给他扶。双膝 ，I trust you。你手再往下放点。你不 trust 你自己，这可是。这别看着，看着会飙眼睛里。你别说，你砸的还真挺不准的。哎呦呦，哎呦，哎，扶一下，扶一下，歪了。这还不准？你是这坑坑洼洼的准吗？你告诉我怎么才能砸准那么高？一砸咋准？行，可以可以。哎，真的可以，这多高？这1.35米。够手。从那边吗？嗯。好，可以，量水平，往下走，往下走，再走，哎，停，那个打到这个下螺母，可以，把这边也打了，好，可以，可以，抬，扶着，扶好了，这是104，可以，来坐一下，试一下。哎，可以啊，可以。那边没固定哦。哎，可以，
刘华少卿。真的很稳，真的很稳。对，在中间吗？是以网为准还是以什么？比网小，这是一米，我们弄90呗。好啊。哇，咱们仨配合的太好了。嗯。其实刚好三个人就刚好，多一个人也。在那闲着。对，也得闲着，少一个人也累。哇、哦。行，终于有雏形了。好有感觉，踩在上面。来，这时候是检验我们训练成果的时候了。来，从这走到那，少奇，500。别说500了，这掉下去没了，我跟你说。从这时候拿500，啊，我觉得不安网的也挺好。不安网？不安网就这样吧。那安不安网？那你放啥呀？上面放木板？就这么走路？就这么走。那车咋办呀？车扛着呗。那那别走了，那你等小叶。那别走了。行吧。那个地方还得打根桩，我感觉。对，不然那个连接点太薄弱了。嗯，也可以。来吧。好工地啊，现在这块。太工地了，铁网呗。对，下一步，铁网。我来体验一下。哇，天哪！咋了？我一脚踩线了。哦。对。这网太软了，主要是。不过它肯定不会掉，倒是真的。哎，就是走的胆战心惊。就是走的这个有点有踩屎感，对，走的有点。我松脚踩一下。哎，跟一博哥讲的一样，掉是真不会掉，它就是往下，因为它这个拉力太大了，掉是真不会掉，掉不会掉。没问题啊，就是不顶，你知道吗？不是那种平的，踩起来就是这种。安全，但不一定舒适。安全不见得安全。没事。你知道我在想，如果这个长度够的话，能不能全用这个？如果长度够，还是可以全用它。能用。啊，这个比那个省事多了。这个当那天说的是刘总说这个贵是吧？对。要问我今天还用那个吗？我先问一下刘总，差多少钱吧。反正这确实好。嗯。哎，刘总。刘总，喂，哎，我们想了一下，就还是换脚手架架子吧。您这个网片确实有点不太稳固，还是换这个脚手架片是吧？对，哥，对，贵一点，安全一点。那我们要换成这个脚手架这个片的话，这个铁网片可以退吗？可以卖掉吗？可以啊，可以卖。行。那你这个可以先缓个一两天是可以的吧？可以哥，不急，可以的吧？嗯，可以。好嘞，谢谢哥。那咱们就这么定呗。好的，好的，谢谢哥。好的，好，拜拜。来，先拆，拆掉，把什么拆掉？换方案。白干文学。来，拆，拆吧，拆吧，拆。啊！弄完了。来，二哥，你再给你一个机会，你开回去。来。你们这么想我证明自己啊？红哥，你让开点儿。好，看撞到你。慢点。慢点。别害怕。就放心坐我的副驾。哎。啊。没事。
啊，没事吧？一口安慕希，超多超活益生菌。本节目由好喝更有益的安慕希独家冠名播出。三九胃太牌养胃舒，治胃痛还养胃。本节目由三九胃太牌养胃舒联合赞助播出。一口安慕希，超多超活益生菌。本节目由好喝更有益的安慕希独家冠名播出。上爱奇艺观看种地吧追更日历，每天精彩片段想不停。来吧，兄弟们，开工了。Easy， 这能难到我啊？来，马兄妹们，哎，可以可以可以，下去一个，下去一个，把这个整完吧。来吧，兄弟们！好嘞，放人多就好。铁臂阿童木，哎，贼好用，这不拿手就行。哇，这一下整个大棚就整洁很多，看起来。我和小童明天走了，可能见不到很多兄弟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这是我们节目组的鹿晗了，那个陆卓，陆卓。哇塞，这是玫瑰啊！这才叫花儿啊！这长得也太标准了，这玫瑰。种什么？准备种那个食用玫瑰。但这个食用玫瑰基本是露天种植啊，它大棚里面它不开花。哦，大棚里不开花？不开花。崩了呀，心态崩了呀！我天哪！别告诉我这一片全要这么砸。是的。大家都走了才开始干的活。哎，啥时候才是个头啊？这第一个动作哈，五六七走，棒棒哈，它这是一个完整的循环。手啊，左右跳，跳的时候下来 ，one and two， three and four。好，下一个动作，我们现在不是到这儿了吗？哎 ，one， 撅你的屁股，二，什么东西？三，拜年，四。五、六、七 and 八，对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擦擦擦，好，哦，五六七哒哒哒，有个蹲的动作 ，and 那个 and 就是那个 and 拍啊 ，and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好吗？第四个到这儿之后直接下，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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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对。And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哒哒哒哒哒，然后到转到这里啊，然后是来爱奇艺号创作中心参与种地吧二二创活动，丰厚奖金等你来赢！电视大屏看种地吧二，就用奇异果 TV 解锁百种追踪方式，你的私人定制尽在爱奇艺综艺大屏追种地吧二，就用电视果六，爱奇艺高清电视盒子，上微博参与种地吧二剪刀手召集令二创活动，你的作品有机会被十个前天翻牌哦！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索超级剧综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来网易新闻超级 IP 记频道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百度。生活更好，上百度 APP 看更多精彩内容， on, 独家知识短视频合作平台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上百度网盘搜索种地吧，解锁更多花絮片段，发现更多有趣的 AI 玩法， 4K 巨幕大屏沉浸式唱 K 体验。感谢节目指定合作练歌坊温莎 KTV， 感谢微博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知乎、新浪新闻、网易新闻、百度、百度百科、搜狐、潮新闻、中华万年历、智娱影视聚焦、成果娱乐、华语之声、泰日报、环球在线、百度网盘、温莎 KTV、唱吧卖送、当地投影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耶、yeah, ！谢谢卓老师。下课。